射手座总是充满活力又爱好自由，他很需要自己的生活空间，生活步调也许和别人不同，所以呢常常会睡过头啊，会迟到，这也是一个缺点。然后时间就变得很赶了，常常打扮自己就变得很简单，怎么办呢？今天呢佩莉要教你们射手座的好人缘彩妆穿搭。可以选择快速上妆，所以呢只要拍个化妆水就可以使用的 BB 霜，就是多功能的，然后擦一层就可以化完妆咯。眼妆的部分呢就可以选择使用深咖啡色的眼影来代替眼线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快速上手，就不怕你画错了，画错只要手指头稍微晕染就 OK 咯。腮红的部分也可以选择就是同一盒，有一点点珠光的感觉，然后就同时也刷上腮红了，只要一盒就可以快速完妆。造型部分可以绑个马尾，看起来就会很清爽，然后呢简单搭配个 one piece 的洋装，不用想太多就可以出门咯。想要上班的话可以加件西装外套跟高跟鞋，看起来就会很优雅。突然间射手座可能又会想要从事户外活动，就可以换个牛仔外套球鞋，看起来就会很休闲咯。这样子的穿搭最适合随心所欲的射手座。射手座的朋友都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有更多的彩妆造型意见的话呢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，或者是喜欢影片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射手座的朋友。然后如果想要看其他星座的话，欢迎在我的频道搜寻12星座好人缘 look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